如果你不让我打杀了这个鸟人，我以后就不信你了。你这猴子，干得出来！到如今，孽畜，你还要隐瞒什么？猴头，哼，算你有种，找来这等人困我。你家那老和尚何曾吃他？ 如今还在那锦香亭铁柜子里呢，是不是啊？嘿嘿嘿，等我救了师傅，我再来收拾你。多谢佛祖，你这个猴子，终于会说个谢字了。嘿嘿，谢谢佛祖，谢谢佛祖。 天上十三日，下界就是十三年呐。传朕指令，即刻收他上京。回木狼，阎王你总不在，玉帝震怒，特宣你回天庭。郎君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谁？白虎，你不知道，我是天上 二十八星宿的奎木狼星，有情的红颜知己。 你们几个还不下水救你们师傅？哎，贝僧拿住妖孽，如何救的师傅啊？哎呀，你看菩萨那篮子里，那不就是吗？原来是条小金鱼啊！那条小金鱼，它本事可不小呢。 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，每日伏头听经，修成手段。那一柄九瓣铜锤，乃是一只未开的旱蛋，被他训练成兵。不知是哪一日，海潮泛涨，走到此间。我今早拂栏看花，见这厮未来出拜，掐指询问。 算他在此成精，害你师父，故此未及梳妆，支个竹篮来此擒他。大圣莫急，待我把他唤出来，竟敢私自下界。唐圣僧，小仙管束不严，让圣僧受惊了。仙子言重了。孽畜，快现出原形。 让俺老孙给抓着了吧！你，啊，哎，仙子，为什么你那小玉兔要变成天竺国的公主啊？大圣有所不知，那国王之公主原是禅宫之素娥。18年前，她打了玉兔一掌，便私凡下界，投胎于国王镇公皇后之腹。这玉兔怀那一掌之仇，故才趁我不备。 走出广寒，抛宿娥于荒野。他就是广寒宫里的嫦娥仙子，她手里的玉兔就是我家的假公主。孽畜，你这孽障还敢造次，还不赶快现形！别走啊，回来！哎，别走啊，回来！ 赵云。
我说老官儿，你家的法器可真厉害呀，这一下就让他服服帖帖的。那是自然，一头畜生拿了这法器都让你大圣来求助于我。法器这么厉害，也就能带到牛的鼻子上啊，让他的子孙永远带着这个鼻狼，可美啊。好了好了，你这泼猴，还不赶快去救你的师父，快将诸神的兵器一一归还了吧。嘿，那好。哎，大圣，啊，快把那盖儿盖上。啊，这啊啊，哎，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老官，只有你才喜欢鼓捣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。大圣，你真是好眼力呀，这正是老夫的宝贝呀。哎，大圣大圣，那东西是我的，哎，还给我吧。什么？你要救你师父，我也要救我的徒弟啊。啊，哎，你说这两个是你的徒弟呀，这分明就是两个混蛋嘛。大圣此言差矣，我这两个徒儿可是奉了观音菩萨之命啊。哎，我告诉你老官，你别骗我，你要是骗我，我就把你的东帅宫掀个底儿朝天。大圣，哎，寿星老弟，大圣慢来，天蓬修改，老道在此失礼了。寿星老弟，这个妖怪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敢来给他说情啊？他呀，是我的一副脚力，不易走失，在此成精了。哦，原来是你家的呀！我说，你们这些神仙菩萨怎么总是走失家眷，也太不谨慎了。算了算了，既是老弟之物，叫他现出本相来看一看。就是啊，畜生，还不快快现出你的原形！哎，猴哥，你看，这个畜生连我的拐杖也偷了去了。你这肉头狼，你准是吃多了酒，不然怎么会丢这么多东西？我看呢，你呀，还是干脆换一个脚力。这个孽畜罪大恶极，要吃小儿心肝，绝不能轻饶。是啊是啊，大圣，他是一时糊涂才犯下大错。大圣可在小弟薄面上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，小老儿带他回去，一定严加惩治，叫他多吃些苦头。啊，好好好，老弟这般央求，叫老孙也不好再下手。老弟，你把他带回去，一定要严加管束，千万不可再私自走失，为祸人间。那是那是，小道多谢大圣不杀之恩。先王在位之时，现在的这个还在做东宫太子。他年幼时极好狩猎，杀生无数。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，乃雌雄两个雀雏，停滞在落凤坡前，被此王开弓射伤。佛母罚他拆凤三年，身单素疾，当时我正跨着金毛吼经过，
听得此言，不想这孽畜刘歆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，至今已满三年，今你救治王患，我特来收此妖邪也。菩萨，虽是有这般因果故事，那我可要告状了啊。这家伙不干好事儿，他坏伦乱法，抢了皇后，应该死罪。看在他是菩萨坐骑上面，让我打他20棒，然后你再带走啊。悟空，你就看在我的份上，一发都饶了吧，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。你若是动了棍子，他不死才怪呢。还是菩萨了解我，知道俺老孙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孽畜，菩萨饶命啊，菩萨饶命啊，还不还原更待何时。菩萨把他收回去，必须好生看管，不要再跑了。好威风啊。悟空，还我灵来。好啊。什么灵不灵啊？你这贼猴，若不是你偷了这灵儿，莫说一个悟空，就是10个也不敢近他的身的。快拿出来。菩萨，你看，我真没拿。怎么非要我念那紧箍咒你才肯还我灵儿吗？你可别念啊，菩萨。别念，真的别念。快拿出来。好，算我倒霉，菩萨也不讲信用。我这个还是瓷的呢。给。菩萨，你欠我的人情什么时候还啊？我失了童儿，叫他狂称佛祖，下界作恶，陷害俺老孙，未免有个治家不严之过。你这猴头，我虽治家不严，走失人口，也是你们魔障未完，有此一难呐。什么魔障未完？明明是你治家不严，只顾与那元始天尊吃喝耍乐，才有此劫。这小和尚治家之事，走失了人口，你若及时来找，哪有今日之事？我等师徒又哪来的此魔障啊？这猴头还和当年一样，不与你多说了，咱们快去降服那妖孽去吧。孽畜还不归位，大圣休怪，我会好生看管。佛祖，金挠在这儿呢。悟空，快去救你师父吧，我去了。看人不能看表面，你们这些妖怪太歹毒了，让你们看看我老猪的厉害，吃我老猪一耙。别打！天蓬，天蓬息怒。你怎么知道我叫天蓬？天蓬，大圣知道我洞里无人，就留他们一条性命，给我看守门户吧。赶忙大恩，岂敢不尊呢？菩萨开恩，叫这些破怪现出本相，给我们瞧瞧吧。是，这个容易。原来是条蜈蚣。孽畜，还不快跟我走！各位告辞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